友情冠名播出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全程热恋》，我是主持人燕子，欢迎现场所有的观众，欢迎大家，欢迎欢迎，谢谢谢谢你们的欢呼声。接下来用我们热烈的掌声，有请十六位可爱的姑娘，来，有请她们。十六位姑娘，欢迎大家，欢迎欢迎。接下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观众：通云县吉克村酒业、长春永顺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吉林省左右科技有限公司和东风日产的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欢迎。另外要特别说明的是，凡是参加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姑娘都可以获得由东尼佩吉钻石免费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这要出场的第一个小伙子，据说是最会做饭的抠门大厨。那家伙说媳妇儿花钱还得定量，他紧吧紧，他把自己的零花钱全给你了，万一吃不饱啊，要是那容易饿死。哎，你说那得抠成啥样？全程热烈。东北爷们就是棒。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省辽源市东乐县蒋三乡四合村气主，我叫赵仲仁，我的爱情宣言是全国各地我做菜。全国各地做过菜，继续寻找我的爱。你这头发跟老王有一拼呢。不是咋回事，我发现自打进入这一季，今年流行这老王头怎么的？做厨师的啊，做厨师的怎么了？这么长就得往下刮，掉的头发时候就是怀养嘛，所以养的都是光头。哦，那看来老王哥不在电视台干了，以后上你们那儿工作方便啊？对对对，他能当啥？厨师长呗。小伙儿看一下场上十六个姑娘，看看对谁的感觉最好。没事。什么？看完了、啊，你再好好看看。不看完事儿。你这找准了，准了。找对象别看差了。啊，不看了。场上十六个姑娘，对小伙子的感觉怎么样？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请选择。对。根据你的感觉，最少灭一盏灯吧。你这着急呀、啊！你说你这栽栽歪歪的，你别掉台下去！我说你急吧，人姑娘说你了，来，那你咋就相中就灭他了呢？他说他就想闹，我说把他灭掉得了，他别闹了，我害怕。到我这咋的？刹不住车呀？还是刚刹着吗？我服了。道歉，真诚点，说话你这。我错了。你都给人逼的这平卷舌都不分，我错哥，想咋的？行。别闹了，看小伙第一个短片，一起来看。
大家好，我叫赵仲然，小名叫大帅，今年25岁，来自吉林省东辽县贾山乡四合村。我是做厨师行业的，一月能挣3000块钱，十里八村一提我都知道，村里跑大集做菜都是我做，做菜手艺杠杠的，老香了。咱们的小赵师傅炒菜炒的好吃啊，这个在俺们贾山乡啊，一半啊都得他炒，都邀请他，等他。大光这人可节俭了，你平时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买，每月的零花钱只有200块钱，这是我的零花钱。衣服是去年冬天在长春黑水路买的，最便宜的80块钱，这现在来说最便宜，我现在都是最贵的了，已经这一件。这是我的手机，买3年了，花200块钱买的。我对我未来的女朋友只有一个要求，我的一月生活费只200，她不能超过260。七号西元，厨师行业真的不容易，而且你能把厨师做得这么响当当的，为你鼓掌。谢谢。虽然我现在吧不从事厨师行业，但是我大学学的专业呢就是烹饪工艺与营养，所以我支持你，加油。谢谢。西元，觉得小伙咋样？小伙不错，但是太抠了。那给女朋友260，那能活吗？吃不饱关键是。我还有200呢，我给他呗，我200给他。你200给他了啊？他560了，460了。460了啊？不够再添50。我算算啊，460再添50，510。张旭元现在一个月能给你510块钱了，他紧吧紧，他把自己的零花全给你了，510。510刚刚够吃饭的，其他啥也干不了。咋整？再拿呗。510不够，再添100，我再添只能添100了，最多最多的了，最多最多就610了。对，我真不能跟你走，生命都有危险呢，容易饿死。不好意思，因为我挣钱太不容易了，在跑大集的时候一天只给100块钱。做多少道菜？不一定，有18个的，有20个的，不一定。就用那个大锅做是吗？对，那手扒大锅，手勺扒拉那个。就一锅做出18盘。对对对对，一锅做18盘。最短面放的是35席的。35席的。嗯，对。35桌的。35桌，对。哦，哎呦，那就得做2轮呢，一个菜呀、啊。对对对，那是100块钱。对，100。忙活多长时间？那我正好忙了2天，第一天还35席，加起70席，我正好忙了两天才完事儿。晚上回家那这衣服冻的呀，把那粒都立住了，那全是油，洗不出来了，跟火剪都拿不下来了，火剪都洗不掉。那也挣100块钱，这么不容易。不容易，但我花的时候得寻思着得几天花了它。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在老家3000啊，在长春能整5000多块钱。你现在攒多少钱了？10多万块钱。几年攒10多万块钱啊？3年吧。很能干呐、啊、小伙子。是你今年才20几呀、啊、25。253年10几万了。一个月你这200块钱都咋花呀？我就买烟买水，别什么不买。啥衣服裤子啥不买啊？衣服这都买，在大连那年买的衣服花70，裤子60，这鞋是我母亲给我做的，新做的。嗯，上了俩买卖，照着全是油，反正擦一擦完还能都有穿。我这一个裤子一个上衣必须穿3年，必须3年。我的衣服很少。你是不舍得买还是觉得不能买？ 不舍得买，不想往我身上搭太多钱了，因为我还有个弟弟没结婚呢。这才是实诚的农民家的孩子。谢谢老师。所以你是好样的啊！来看第二个短片。这几种工作坚决我不找。喂，哥哥，你在干什么呀？哎呀，这鸡腿哥洗真受不了。还画呢？啊，我还有一个眼睛没画完呢。我那个等着急了。你干啥呀？复习呗。那我得画完的。哎呦，画的直到渣了，我是整受不了。我的妈！这里这人给我都不要，白给我都不要，受不了。
我平常从来不上 QQ 微信啥，就在家里听歌，所以我的女朋友不能上 QQ 和微信，之前有的话都给我卸了，有多少聊 QQ 微信都聊跑了，我身边就有好几个呀，多吓人的。咱就是普普通的庄稼人，没事见面唠嗑挺好，不稀罕那洋事儿。我这个人心眼小啊，比真别人还小，我未来的女朋友不能多看别人男人一眼，多看一眼我来气，更不能有异性，普通朋友也不行。说话大表姐，那个小伙，我想问你一下，刚才你说那个你要是有女友的话，她连看就是看男的那个一眼都不行，或男的看她一眼都不行，身边异性朋友多可以吗？可以，但是我肯定跟你说声，我肯定是有个男闺蜜。可以，也可以接受是吧？可以，我也有啊。完了，要说露馅儿的，差不点搂住了，差差点才引了，站住了，没咋地，没说出来。咋都可以呢？因为我也有。你有几个异性朋友？俩。好到什么程度啊？他现在在外地工作，打个电话有用多钱的话，值一升多些都给你拿。打电话有的事儿吱声真好使，他吱打电话吱声要1000块钱，他不得给拿来980的，就这么好使。关系都这么靠了，怎么就没发展成对象呢？对手比太强了，不比我先下手，没干过他，差一天恨死他了。我跟你说，你这闺蜜太危险，是不是大表姐？这个我真接受不了，不好意思啊。灯前面了，想说点啥？我啥也不说。还有一个环节呢。知道。对呀，先别放弃，爱咋咋地。加油！意中人吧。意中人是吧？来看一下小伙子上场的时候选择的意中人是谁。七号张熙元，有请。期待啊，我想和你谈恋爱，难道情歌要你我愿意。有人请出来了，接下来该你表现了啊。我嘴笨，不会说什么。我的外号十杠压不住个屁，就是我太不会说话了。对，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在那啥短片没给当差钱吗？你问他呀。是不于建斌？这只是其中的一点吧，我是学烹饪的。对，我这个专业吧是我自己填的，然后呢我爸妈当时是不知道，他们觉得就是厨师社会地位很低嘛，然后他们会说我的第二个专业那个企业管理这个专业，其实我非常喜欢做那个中餐，其实中餐都是男孩，你应该知道是吧？对，根本就没有女生去做那个。其实我毕业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考级的，我考的是烹调师，三级烹调师。知道了。我们班只有2名女生做这个，其他女生都去做面点了，所以说我毕业了，我没有地方要我，你知道吗？我没法就业，所以说我现在只能在家待着。所以我爸妈还是告诉我，姑娘你绝对不能去做烹饪，你也不能找一个做烹饪的。明白了，行。但是我心里我依然觉得烹饪行业非常的伟大，真的。行了，你可以向后转了，回走。你们两个一个是学烹饪专业的，一个是以烹饪为生的，我们今天必须得明白一件事儿，熙元，你喜欢他，为什么不去做他呢？因为我是女生，我虽然有肌肉，但是我掂不动大勺。那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专业呢？因为我喜欢呢。所以你的专业成你的爱好了，现在。对，现在只能作为爱好，只能在家展示它。可以啊，你未来做一个好妻子，照样给你的丈夫可以做出最好的美食了呀。对对。所以你的专业不白学呀。对。但是有一点跟爸爸妈妈说，我们这个社会钱儿只要来得干干净净，职业没有贵贱之分。对对。
我们的眼里没有贵贱之分，所有人的眼里就都没有了。谢谢老王大哥为我们这些烹饪的人说的这些话，我觉得电视机前可能很多大厨现在眼里都含着泪吧。谢谢屈原。小伙子，你愿意做一个好大厨吗？我愿意。做一个什么样的好大厨？大厨的级别在于帽子，望得越高，高厨级越高。我现在才这，我想干到完事儿。多高？那是行政主厨的帽子，我戴过，完其实走道不得劲儿，走啥道也得这这个走，要么过不去，太高了。你给没给自己一个，给没给自己一个规划？几年能干到那么高，那么高？2年半，准了。能吗？能。希望你的梦想早点实现。谢谢燕子姐。帮你管钱的这个媳妇儿也早点实现。走了。好，再见，再见，再见，加油。那啥，大厨啊，只要有梦想，那就别放弃啊！听哥一句话，万一实现了呢，是不？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个小伙子是专门奔学姐来的高富帅。哎呀妈，那家整的老浪漫老感人了。樊献妮他下去了，深感激我又遇到他了。不管行不行我都支持你，我都陪着你等着你。全程热恋换新网址了，2015年5月1日全新网址www.全程热恋VIP.com 正式启用。这里第一时间爆料节目中未播出的花絮，发布明星嘉宾最新动态。这里是全程热恋网上报名的唯一通道，这里是全程热恋线下活动的唯一指定发布平台，赶紧登录www.全程热恋VIP.com， 还有更多猛料等你发现。全程热恋又一对牵手嘉宾结婚了，我们结婚了。欢迎燕子姐姐，来到我们今天婚礼庆典现场。那个钱旭和文雅在我们舞台上都有绰号了，是吧？四爷、小秘书。今天大喜的日子，老王和燕子必须到场。感谢全程热恋，让我们相爱。感谢全程热恋，让我遇到四爷。赶快报名全程热恋吧！全程热恋看不过瘾怎么办？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全程热恋微信公众平台升级版，成为全程热恋的家里人，看看生活中的燕子、老王和小二，了解幕后明星嘉宾，抢先看到从没播出过的节目花絮，还有无数单身帅哥美女互动相亲，所有一切只在全程热恋微信公众平台，赶快扫描吧。大家好，我叫江帅，今年23岁，来自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我的爱情宣言是：我只想找我喜欢的，这一次我只做我自己，这一次我想给你整个世界。燕子姐好，王哥好。来，先看一下场上16个姑娘对谁的感觉最好。场上16个姑娘，觉得我们这个小伙子的感觉怎么样？请选择。好，那接下来小伙子根据你的感觉最上面一盏灯。我跟你说说因为啥吧，今天我心情真不好，你还往枪口上撞，今天你又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知道这啥吗？我知道，手指头。行，就这么的，啪啪啪啪。你给一个合理解。啊，这边他要是一唱歌呀，我估计俺家那边都得地震呢。那个丽英啊，有没有人说过你的歌声？观众播节目播完之后，有没有观众说过你的歌声？节目播完之后，我那上班有一帮去玩的，一看，他妈呀，不知道我叫啥名，就这。跑调那丫头吗？你都不知道啊！我和大孙可喜欢你，看你
你唱歌呀，我就搁沙发上乐，给我乐掉地下了。这我大孙子第一天早上还小你唱歌呢，谁也不小，就专门小你呀。我这老头老太都可爱看你了。我说我就招老人和小孩缘呢，以后男嘉宾你选我就不用怕和婆婆搞不好关系了。你还是放过我吧。先来看第一个短片。17岁从家里出来打拼，当过传菜员，摆过地摊，卖过服装，看过美发，现在是一家驾校的教练员。这就是我，我叫江帅，今年23岁，喜欢蓝色，偏爱衬衫，钟爱汽车。很多人都会说教练员很容易就会追到妹子，这一点我不否认，到现在为止还有不少倒追我的女孩，但我只找我喜欢的。除了当驾校教练员，我还养了一台跑线的长途客车，年收入5-60万左右吧。我现在有一套105平米的房子，墙装修是女孩喜欢的粉红色的，我希望早日在这面墙上挂上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相片。8号小雪，小伙啊，那个一家子，我现在对穿衬衫的小男生特别没有抵抗力。就是之前也挺关注你的，反选季的时候我就看上你了，但是一直都想认你做我的干姐姐，同名同姓，我还特别喜欢你的性格。行，老弟，我挺上你最后了。我现在对他脖子以下阔腿以上特别感兴趣。对，有那么性感吗？你是对衬衫感兴趣，不是对人感兴趣是吗？所以我想对他感兴趣，他这岁数太小了，他都说了让我当干姐姐，那我只能按干姐这个套路来了。好，来看一下第二个短片，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交流。说起来江帅的上一段感情经历就像韩剧一样的狗血。女孩是江帅的驾校学员，她长得很漂亮，唱歌很好听，他们很自然的在一起了。江帅为女孩做了很多事，送她上下班，为他洗脚，为他洗衣服，只要是女孩喜欢的东西，江帅都会给她买回来。但是在一起没多久，江帅发现他们不是一个圈子的人。不管江帅对女孩再好，但在女孩的心里，江帅永远也走不进去。后来女孩做的事儿让江帅很失望，于是江帅选择放手了。还需要多久多长多渴望才会走向他，贴在他的身旁，微笑像谎言一样，是最起码的。现在我就想找一个能和我在一起踏实过日子的女孩，在外面很多人都认识我，所以我必须得找个能拿得出手，在外面能给我面的女朋友。我对女孩的要求，身高1.65米以上，年龄23岁以下，不能太胖，不能抽烟喝酒，必须是长头发。老胖，刚才在短片里有听小伙说想找一个领出去有面的女嘉宾，啥样算领出去有面啊？8号那样式的，领出去像你姐的是不是？你别管姐不姐，人家小伙歇我家去。你们没发现我拍短片找这个女嘉宾特别长得像我8号学姐吗？知道了，有眼光。那灯灭了呢？我没有他姐长得好看，没有他姐个高。那小雪，你看到衬衫现在还依然激动吗？激动。别管小多少，只要是衬衫就激动啊！我都说了，对衬衫没有抵抗力。来，13号大衣柜。刚才短片里说你之前对你的前女友特别的好。然后甚至到洗脚，然后我就在想，对他那么好，那你们俩为啥分手？他是特别一个要面的人，因为他在我之前处过的对象家里不说有1800万吧，也得是搞房地产的。跟他分手之后不到一个月就跟我搁一起了，跟我搁一起了，我感觉我会努力满足他，不希望说是比别人次了，我为他努力的做最好吧，为他洗脚，为他买衣服。他想要什么，我基本上我能做到的都会为他做，但是做些什么事儿都走不到他的感情深处。最后他还是选择离开我了，后回过来找我，我感觉这不是我想要的了。
我只想找我要的，为了我能付出点什么的，我不希望找一个花瓶回来了什么也为我做不了，成天就说这不满足我那不满足，我接受不了了，我累了，我心也伤透了。对了，好马不吃回头草，因为你放弃这一片草还有一大片草原在等你。谢谢。哈哈，小闹，我给你个温馨的提示，以后再找对象的时候吧，那就别惯着，该咋地咋地，能动手就别吵着。啊、谢谢谢谢。为啥呢？这姑你要是女人多惯一惯多宠一宠不挺好的吗？就是有的时候真是伤感的不是买卖，你越对她好她越不知道你对她好，她就觉得你应该的，其实谁没有说是应该对谁好的，都是相互的，我对你这么好你不对我好，我凭啥对你好啊，谁也不缺妈谁也不缺爸，真事儿。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当你到五六十的时候也永远有你今年23岁的这种激情，真正的爱情应该是像二单加化肥那种冲劲儿。23岁的小伙子爱情整得这么累，对，不值。好，来接下来看爱咋咋地。啊，我选择放弃，因为已经没有为我留灯的了，有可能说是不适合我吧，他不喜欢我，我也没必要强求了。你不想请一下意中人吗？我不想，我觉得留个悬念吧。啊，留个悬念吧。我觉得你应该请一下意中人，从头开始一直坚持到最后。场上所有人都不知道哈，应该是观众包括老王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意中人是谁，所以我特别想让你请一下意中人，然后呢他也会请选不选？选。来看一下小伙上场的时候选择的意中人是谁，一起来看。8号江青。哦，一点都不意外，总算真相大白了，是你学姐。我想多说两句先啊，要不是因为你学姐，至少3号的灯是亮着的；要不是因为你学姐，12号和13号的灯至少是亮着的，全部都是因为你学姐。但是我也想多说两句，其实你学姐可喜欢你了，你就哪一句让她瞬间心就凉了？年龄啊。主要是年龄问题。你说，哎呀，如果要是我能找到你，我想让你做我干姐姐，那个小雪那个脸呐，干姐，瞬间就拉了下来了。你当时咋想的？他说完这句话，当时就感觉就是还是当姐比较合适吧，因为我岁数太大了，差4-5岁的根本不是那么事儿的。当初吧，你在反选季的时候，我也关注过，就是看上这个女孩性格，就是我想要的。我这次能看着他那真是天意，真的不是说是随随便便就能看着的，你能知道反选季他下去了，胜选季我又遇着他了。对，长春这么大，中国这么大，地球这么大，我还能遇着他也算是一种缘分。我上台选心动女生的时候吧，我也想年龄的差距，我怕父母怕朋友什么的给我压力，我怕受不了，但是我还是一如决绝的选择了你，因为感觉这份缘分来的实在是太来之不易了。你喜欢他，喜欢他的性格吗？喜欢。还喜欢他什么？直性。我感觉该说什么就是说什么，没有掖着藏着的。有的女孩会说那个闹脾气一转头就走，她会跟我说你哪儿错了哪儿错了，行就行，不行就拉倒。我怎么感觉你俩好像处过似的呢？你咋知道呢？这些没有，头次见面，这个是。是他的，你咋知道他能这么做呢？不管行不行，我都支持你，我都陪着你，等着你。谢谢谢谢，那个，我其实我也挺遗憾的，生不逢时，我不能用我青春的尾巴去度你青春的开始，因为毕竟你有亲戚、有朋友、家人，咱俩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我挺喜欢你的，说实话，但真是差太多了。牵手吧。我自己心里。我自己心里会过不去这个坎儿，我会没自信。我感觉年龄对于我来说不算是问题，但是我能接受了我的朋友和我家里人的说法，但是我不知道女嘉宾能不能接受了。我不能说是考虑我自个儿的感受，我就不顾了女嘉宾的感受。
我一切都想听女嘉宾。在一起，在一起。嗯，我能体会得到，因为我来到这个舞台，因为我今年27岁，我来到这个舞台，我可以说我算是一个大龄剩女。我要对我的感情负责，我现在站在这里，我也要对他的感情负责。我不会为了说让大家看到一个完美的结局，我就牵手。哎呀，怎么说吧，缘分吧。你为我唱首歌好吧？我特别喜欢听你唱歌。那我就给你唱个爷们儿点的歌吧哈。梦也把人生苦短。谢谢谢谢。哦，能抱一下吗？啊，这学姐虽然没跟小伙牵手，但这一下子我算知道咱学姐的择偶标准了。那以后再有谁稀罕咱学姐的啊，那别忘了上台咱得穿衬衫啊。因为你们站在那七天要上场的是找对象要求最高的小伙，我是来找史湘云的。他对象的标准是谁给他定的？曹雪芹。广告回来咱就看看到底能高成啥样。全程热恋换新网址了，2015年5月1日，全新网址www.全程热恋VIP.com 正式启用。这里第一时间爆料节目中未播出的花絮，发布明星嘉宾最新动态。这里是全程热恋网上报名的唯一通道，这里是全程热恋线下活动的唯一指定发布平台。赶紧登录www.全程热恋VIP.com， 还有更多猛料等你发现。全程热恋看不过瘾怎么办？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全程热恋微信公众平台升级版，成为全程热恋的家里人，看看生活中的燕子、老王和小二，了解幕后明星嘉宾，抢先看到从没播出过的节目花絮，还有无数单身帅哥美女互动相亲，所有一切只在全程热恋微信公众平台，赶快扫描吧。在这里呢，我们感谢明音整形冠名播出，感谢我们的高清视频合作伙伴百度奇艺网、博朗化妆造型美容学校、资通一线极客村九月、长春永顺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和吉林省左右科技有限公司和东风日产的大力支持，再次表示感谢。另外要特别说明的是，凡是参加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姑娘都可以获得由东尼佩吉钻石免费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位小伙子，他说他非常像贾宝玉，不过呢他不想找病秧子林黛玉，他想找的是活泼开朗的史湘云。来，掌声。好，我是张德波，今年36岁，来自吉林。我的爱情宣言是，我是生活中的贾宝玉，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女嘉宾，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全程热恋，我来了。这是来找黛玉的还是宝钗的？我是来找史湘云的。哦，我不喜欢黛玉的小心眼，也不喜欢宝钗满面端庄暗藏的杀机。我只喜欢湘云那种大大咧咧的，有什么说什么这种性格的女孩子，我会喜欢。哦，来，德波先看一下16只金钗。看好了吗？好的，来吧。16个姑娘，对我们这位小伙子的印象怎么样？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请选择。好，来。小伙子，接下来根据你的感觉最爽面一展，先来看第一个短片。一骑春酒绿，十里稻花香，盛世无积馁，何须耕织忙。
我在一家火锅店干了14年的炒料的活，一个月收入3000多元，经理一直想提拔我，可我只想干炒料的活，嫁给我你会吃到世界上最好吃的火锅。贾宝玉为了追求人性的自由和恋爱的自由，打破了传统观念对他的束缚。我的经历也是一样，所以说直到今天36岁了还没有谈过一次恋爱。我的感情经历就是一池清水，你会是这池清水里的那朵芙蓉吗？期待你的出现。30岁之前我也是帅哥，跟贾宝玉的长相有一拼，用8个字来形容我的长相就是五官端正，眉清目秀，所以我找对象的标准特别高，一般人都入不了我的眼。以前跟我相亲的女孩100%都是被我拒绝的，尤其不喜欢服务员，有的服务员老暗示我婚前同居，这点我是绝对接受不了的，婚前一定要保持情感的纯粹圣洁。好，来看一下13号大衣柜。那个有个问题想问您一下，就是说您36年没恋爱过，然后您说您的标准特别高，难道你怎么都开始跟他说话用您了呢？跟哪个？不好意思给他叫小伙。人家也是小伙啊，叫小伙。我叫不出来。随便吧，叫什么都可以。帅哥，这么说吧，刚才看你短片里边说你36年都没谈过恋爱，难道我很好奇，你说之前是因为眼光高，我很好奇36年没恋爱只是因为眼光高吗？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是有别的原因，我只是想对感情有一种纯粹感，对我未来的女朋友负责，对我的另一半负责，那种心里边就是特别肤浅没有一点内涵的，就这样的我宁肯不要，我不结婚我也要就是对我的感情不能说得出现任何的就是不和谐的东西，和他在一起我没有共同语言的话我不会结婚。行，小伙说得漂亮。王哥给总结一下啊，就是我没找到100分的那个人，那也绝不在80分那儿去将就。差不多，怎么也得在90分以上。不对，小伙，你这不对，你人家找对象不是找一个就成的，你得给容许自己失败。学习你也得从小学1年级、2年级，你也得一层一层，你咋能一下就能考到研究生啊？这个倒是，但是我的目标好像定的还很高吧，就像王哥说的那样，还是90分往上的吧。那你都没处过对象，你都没处过对象，你咋知道一处就能处90分的呢？你可能没从来没处过对象，你见哎这女的太好，实际她是所有的女人当中打60分的。燕子，你也不看她对象那标准是谁给她定的啊？曹雪芹。那倒是，主要是我着急。要是我的桃花运到了燕子姐，我相信会有90分以上的女孩子。来，2号站长呢？首先那个我说，我先跟他在思想上就没有共鸣。他在这块儿要跟我说，哎，这红酒哪年的，跟我说这个，我得先说，我干的你随意啊。但是我想问一下子，哥，你10年前啥标准呢？现在找对象啥标准吧？10年前的标准，现在先说现在。现在的标准，只要说是你是单身的，咱说的长得只要对了眼缘就可以了。我不要求女嘉宾的脸蛋，也不要求女嘉宾的体型，也不要求女嘉宾的个头，这个你能明白吧？那你就是这个要求，我看是不高啊。但是你对你这个要求是90分以上，我感觉好像是个女的就能达到。那就最好了。那你10年前的标准是啥呀？10年前就是各个方面都要是特别特别的优秀，就是一般人就是给我处对象的，给我介绍的对象100%都是我回绝的，没有一个是对方相亲的女孩说的，哎呀，她没有看上我，她嫌我长得丑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没有这个，都是100%都是我回绝的，有很多都是托媒人，能不能再看一遍，能不能再看一下，但是我觉得没有对上我的眼缘，没有这个必要了，就是。我也这么想，在10年之前看看你啥样。10年之前也没有现在胖，体型也比现在好多了。那个时候真的，我们集团公司的总经理用8个字来形容我，就是说美，五官端正，眉清目秀。等到我们厨政总监呢，又说我什么呢？就是也是8个字，心平气和，与世无争。哦，
来第二部歌词。16岁之后，父母相继去世，家道中落，使我体会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此后一直和哥哥相依为命，当时压力特别大，大病了一场，头发都掉光了。后来想明白了，人生除了生死无大事。5年前，我和哥哥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城里买了楼房。因为哥哥今年43岁了，也单着呢，也特别想让我哥找个媳妇儿。这么多年来，一直也都是我在照顾哥哥的起居生活。早上他干活走得再早，哪怕4点钟，我也会给他起来做饭，不会让他空着肚子走。晚上回来的多晚，我都会等着他。我特别喜欢外国人见面时拥抱亲吻的礼节，在妈妈没去世时，早晨起来晚上回来都会跟母亲亲吻拥抱，现在跟哥哥也是。闲暇的时间，我喜欢绣十字绣，绣得还可以。这幅十字绣是家和万事兴，我会把它送给和我牵手成功的那位女嘉宾。我希望我未来的另一半要像史湘云那样，有着林青霞一样的气质，邓丽君一样的柔美，燕子姐一样的干练。我坚决不找文化程度低、内心肤浅、没有素质的人。虽然我也不是什么文化人，但是一定要跟我在灵魂层面上有交流。我坚决不找二婚的、带孩子的，因为我婚后想要孩子，而且我还是个黄花小伙，所以坚决不要有过一纸婚约的。来，10号慧贤。他和他的哥哥，然后好像是应该经历了很多很多，就挺不容易的。然后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男嘉宾和那个他的哥哥都到底都经历了什么。我在最艰难的就是我妈妈的去世的时候，你想想，我们家那时候在郊区住着平房，还有2-3万的外债，就是那个时候觉得我是最难的。我妈妈去世，我爸爸去世，4年后我妈妈去世的，我觉得那时候一下子感觉都天都塌下来了，就是那个感觉，要不怎么大病一场呢，头发几乎都掉光了。当时觉得是所有的一切一切都得靠自己去扛了，是吗？对呀、啊，一点就是说的，我哥那个人心也比较粗，也是大大咧咧那么一个人，你想指望他做什么决定根本不可能，一切决定都要自己来做。我的经历比一般人的，就是和我同龄的人有父母在的要是丰富很多，也就是说的使我更加对生活坚信了，对生活的就是阳光就是一直往上走，一直我因为我是从最底下来，就是像您说的，人家有父母的可以说在天上，我就是在地下，知道吗？我和哥哥的努力，咱打工在外边挣钱，一步一个脚印，把平房卖了，5年前在城市买了楼房，现在我和哥哥一起生活。那哥哥的年纪也应该不大呀，为什么说你来照顾哥哥的起居呢？一直是哥哥以前干活比较累，他是干工地的活，王哥就是他哪怕咋早上5点半5点走，我4点都要给他起来做饭。我想他干一上午的活，肚子再不吃热乎的吃饱点走，能干动活吗？所以说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我这样的默默无闻的在照顾他，包括给他洗衣服什么的，因为他回来干活一天就坐那儿都不愿意动弹了，就是这个样子。看人这兄弟、看人这兄弟、兄弟我告诉你，你爸你妈在天上看着你们兄弟这样，他们也放心了。是，谢谢王哥。所以你今天来不但自己是找媳妇的，也是来找嫂子的，是吗？对，我希望我哥也能成个家，找到他的另一半，我这样也就放心了。16盏灯都灭了，不过呢还有接下来的环节，爱咋咋地，冲刺一下。我选择放弃。为什么？我觉得我做什么事情都是讲究顺其自然，强扭的瓜不甜，燕子姐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一直都是这样。我就是《红楼梦》里，包括八仙，很多的电视剧里面都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什么讲的都是缘分。是，但是我想问你个问题啊。算了，叔叔。台下观众。这观众着急了，30多年我们就卯他一股劲儿，行不行？这就是台上不急台下急啊，真的没有个必要了，谢谢大家，谢谢观众们。最后燕子姐，我还想为大家演唱一首歌，就是凤飞飞的《掌声响起》离开这个舞台。好，太棒了。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看到这儿，大伙是不是都觉得挺遗憾的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小伙子上了节目之后啊，老鼻子小姑娘相中了，不少人都通过我们节目找到他了，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他要找的那个石湘云。接下来要上场的小伙不光自己来相亲，听说还要给榆树歌后丽英介绍对象呢。工作好，工资还高，我也可香了。广告很短啊，都别走开。全程热恋换新网址了，2015年5月1日，全新网址www.全程热恋VIP.com 正式启用。这里第一时间爆料节目中未播出的花絮，发布明星嘉宾最新动态。这里是全程热恋网上报名的唯一通道，这里是全程热恋线下活动的唯一指定发布平台。赶紧登录www.全程热恋VIP.com， 还有更多猛料等你发现。全程热恋看不过瘾怎么办？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全程热恋微信公众平台升级版，成为全程热恋的家里人，看看生活中的燕子、老王和小二，了解幕后明星嘉宾，抢先看到从没播出过的节目花絮，还有无数单身帅哥美女互动相亲，所有一切只在全程热恋微信公众平台，赶快扫描吧。我叫新乐，今年25岁，来自吉林长春。我的爱情宣言是：小伙帅，贼能唠，成天和猪打交道，找个媳妇儿跟我一起卖猪饲料。燕姐好，王哥好，你好，你好，燕姐好。来，先看一下场上16个姑娘对他们的感觉怎么样。场上16个姑娘觉得我们这位小伙子表现怎么样？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请选择。谢谢。接下来，小伙子，根据你的感觉，最少灭一盏灯，可以行动了。看一下男嘉宾的第一个短片，对他深入了解一下。王叔，来，做销售的有三点：脸皮厚、嘴皮厚、脚底板厚。你把我这样的领到家里边，老人一定开心。能说会道的，比那吭哧瘪肚的不强多了吗？别的公司打卡都按指纹，我们公司打卡都跟猪合影卖萌。正月里探妹儿啊，正月正。朋友们说我唱啥都像二人转似的，你们大家伙听听像吗？猫探桃婆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这未来呀啊！得安奈，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这未来呀啊！我家现在没有地了。占地前呢，买了一套60平的房子，全款的，又买了一个车，现在是有车有房，就缺一个新娘。哎，石榴好，好家没？小伙你好，要是咱俩处对象的话，你能不能拿咱俩的合影去打卡去啊？我一般都跟猪合影，你要非得跟我合影，我也没说的，你就搁旁边站着呗，但是必须得有猪。你为啥打卡非得跟猪？我是卖猪饲料的，我不跟猪合影，那我干啥去了？我的目的是啥？我不卖猪饲料吗？我跟人合影，我卖
卖人吃，你就随时随处告诉老板我在跟猪在一起。对，我在跟猪在一起，我在市场的第一线。哦，我是觉得跟猪在一起是不是乐趣也很多？太多了，就拿有一次吧，我打卡那是刚进单位，不太了解，人家打卡都找小猪，我那天那母猪扛冻都在圈门口，我就跟母猪去合影去了，还进猪圈里边合影，母猪劲儿大呀，400多斤，一脚给我蹬趴下了，就我这体格给我蹬趴下，照一身猪屎。李景燕，吃亏了。来十四号丽英，我刚才看小伙那个短片里看，不管唱啥歌都能唱个二人转味，我看唱那嗨歌也挺嗨，我想看看咱俩合唱一首那嗨歌，看能咱俩能唱个啥味儿，试试。Come here， 你想好了？想好了。哎呀！之前没看清啊，歌什么？那俩字就不说了。那当然。跑调谁能说呀？不是，他不是跑调，他是投入型的歌神。Oh. 我们台上有好多啊，唱歌都特别好听，但是他是最投入的啊。那我理解错了。对，我这是有个性，对个性。不，你俩先唱着啊，我上台下去啊，你俩唱吧。抱团抱抱，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的未来。我下钩了还带啥了？哎，我带钩去了，燕子姐，我外头也喊不过他，我只能用语言方，用那个肢体语言方式表达一下。我这还没等唱够呢，没等演完呢，先下去了。对不起了，我不能尽兴了。丽儿，很多人真的是非常关注你的歌声。是。为什么就这么喜欢唱歌呢？我从小梦想就想当个歌唱型歌星，然后就在家总练总练，我听耳机子练练，我感觉调挺对的呀。你在家感觉在跟上了。你在家练的时候，你爸都咋说的？有时候我爸那睡觉嗷嗷嗷嗓，我爸说：“哎妈，老闺女咋的？谁家干仗了？”有一种明星范儿，有没有？有没有？有！太有气场了，好像没把我整台下去。这怎么没推你呢？哎呦，干嘛呀？走你家！燕姐，让他，燕姐，让他回去吧，我这有生命危险呢，我这。行了，丽儿不错啊，我们又圆了你一把歌唱梦，来掌声鼓励一下啊！看一下男嘉宾第二个短片，一起来看。朋友们心中是一个老大哥的形象，有一些男性朋友呢，诸如此类问题会问我：我跟女朋友吵架了，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喜欢这个女孩，我应该怎么去追求她？我都会给他们出招，立竿见影，特别见效。我给朋友们也介绍过对象，现在结婚生小孩的已经有两对了。我呢，喜欢朴实会过日子的，办事能力强的，性格中性的。我的性格就特别好，轻易都不发脾气，就算你虐我千百遍，我也待你如初恋。来，十号块钱。那你介意比你大的吗？大多少啊？2岁。2岁没问题，2岁3岁都没问题。女大三抱金山，女大二抱金砖。就是我头一回在你这听着这个理论了。那你自己都没有对象，你还给别人介绍，就像人家说的是，你自己一身那个死的，你还帮别人挠痒痒。这个吧是这么回事，小的时候呢小，就是不定性，等到知道的时候稳当了呢，
自个倒是学不了自个棒的。我现在这个工作单位，我都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厂子上边飞的鸟都是公的。你赶紧给我介绍一个吧，我都站这上间就没人选我，你赶紧给我叫，我都恨嫁了，真的，赶紧介绍一个。我哎，你赶紧给我介绍。今天呢，丽英啊，这个人我真不是给你介绍的，但是今天呢，你帮我互动，帮我缓解这个压力，我今天真给你介绍，带了一个好朋友，带了现场了。哎呀妈呀！我这个朋友呢，我给你介绍一下啊，面善，那个能说会道的也，然后呢，这个还有品味。关键是一点呢，白白净净的，工作好，工资还高。这人长得咋样？说条件还行，在我之上。人品呢？人品没得挑。我一说出来这个人，老王哥你肯定认识。妈，王哥还认识呢？老王哥肯定能认识，都是电视台的呀。哎呀呀呀！你说这个小伙子自个找对象，这咋还帮别人划拉上了呢？哎呀，听着条件简直是没得挑啊！你说看着丽英这期待的眼神，我也特别着急呢，想看看这人到底啥样。广告之后呢，咱可得看看这人究竟是谁。全程热恋换新网址了，2015年5月1日，全新网址www.全程热恋VIP.com 正式启用。这里第一时间爆料节目中未播出的花絮，发布明星嘉宾最新动态。这里是全程热恋网上报名的唯一通道，这里是全程热恋线下活动的唯一指定发布平台。赶紧登录www.全程热恋VIP.com， 还有更多猛料等你发现。全程热恋看不过瘾怎么办？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全程热恋微信公众平台升级版，成为全程热恋的家里人，看看生活中的燕子老王和小二，了解幕后明星嘉宾，抢先看到从没播出过的节目花絮，还有无数单身帅哥美女互动相亲，所有一切只在全程热恋微信公众平台，赶快扫描吧。喜欢吗？喜欢吗？慢慢有成些的，你朋友咱得赶紧请出来，我都迫不及待了，快点儿的！哎，来了，在现场哪儿啊？快，赶紧的！小二哥，小二哥，快，女朋友来了！看看我这位朋友，你看我刚才说那些点，哪一点不符合？相反，二哥怎么样？当时啊，我没征求你的意见，我就说搁台顶上帮你选一个，怎么样？我有眼光没有？太有眼光！你看我这么会过日子，长得可漂亮。有眼光吗？我就害怕女人太投入那种，我受不了啊！这成天跟俩，哎呀，你又吃鸡腿了，你省着点。我咋？我还活不活了？丽啊，虽然我这么好，但你放过胳膊好不好？哪个啃鸡腿这样，你行我也反悔了。这得有多少钱能够你啃呢？我攒那俩钱都不够你啃一顿一顿的。大家觉得你这小伙介绍这对般般配？般配，可不合适？合适。来，牵手成功啊！行，我保证啊，以后工作时间鸡腿不吃了。还不行吧，你说啥我干啥，我老实干活，你就放过我一马吧。英姐还有比我更好的，那啥我先下去。我也不要。说实话呀，丽啊，我们能感觉到你未来找的这小伙子一定是能欣赏得了你这个歌声的。有句话说，接受不了我的缺点，也没有资格享受我的优点。好，好，看一下小伙第三个短片回来之后做选择，一起来看。新乐这个人呢，挺有酒量，在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就挺能喝的。有一次喝多了，哭唧的往邓主管山上撩，我们谁也追不上。而且女生缘特别好，上学的时候总抢女生饭吃。好，我来看一下场上是。五号、九号和十号三个姑娘的灯亮着哈，来，五号宋赫，宋老师感觉怎么样？挺好的呀，我喜欢。我就稀罕。稀罕他哪儿？我觉得人挺稳重的，挺踏实的。
还有还是潜力股，我就喜欢这点。小浩，小绵羊，我也觉得挺好的。他不是说他是那个，大哥型的男人吗？我挺喜欢这种气质的男人。十号慧贤，成熟稳重，而且最主要他的那个体型我特别喜欢，我觉得跟我在一起吧，我长得就膀大腰圆的，然后他这种体型吧，然后不胖也不瘦，然后我觉得跟我俩最般配。对，好，现在是五号、九号、十号三个姑娘的灯亮着，恭喜你小伙子进入到这个环节很不容易啊！来，接下来灭掉一盏灯，留下两盏灯，回到现场。大哥的女人当不上，会有更好。哎，您看这小绵羊啊，这可失望了啊！来，掌声有请五号、十号，有请两位。让心爱努力爱情爱来看一下小伙子上场的时候选择的意中人是谁吧。要看吗？啊，看看吗？你怎么，哎，怎么刚才谈吐谈笑风生的啊，那现在都有点吭哧瘪肚了啊。看一下小伙子上场的时候选择的意中人是谁，一起来看。通过这三层了解，最后进行选择。能问两个不？一个。选一个最关键、最重要的。结婚谁当家呀？第二个问题是啥？彩礼要多少钱呢？啊，行，我破例俩都问吧你啊。这个钱不是你要多少，而是对方愿意给你多少。我不赞同就是说非得女人当家，现在有很多男人比女人会过，会过的方面不是说我挣了钱不花，而是说这个钱应该花在什么地方，不应该花在什么地方啊。宋老师，我觉得家是两个人的，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花钱，给你妈花一千块钱行，我需要你告诉我，我不需要你瞒着我接着花了。彩礼呢？说个那个我的爱情宣言啊，房子、彩礼、富二代，这仨都不是我的菜。那么接下来，小伙子，两个问题都问了。哎呀，这两天高手，这两天高手。是在做人生大事之前，你先得做好心理准备，而且要慎重选择啊，啊。那接下来五秒钟倒数计时，五秒钟倒数计时之后走到你想选择的女孩面前，好吧，来，大家一起来，五四三二一。哎呀妈呀，这小伙子咋还走向宋老师了呢？不是意中人不是慧贤吗？哎呀妈，看到这儿啊，我估计啊，这慧贤这心呐、都得凉半截啊！这到底是宋老师的哪句话打动了小伙啊，还是怎么的了呢？结局很意外，广告啊，别走开哦。四三二一，对不起。迪安娜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情侣钻戒一对，通云县极客松酒店提供的价值888元的喜酒一箱，长春永顺家具制造有限公司提供的价值1880元的大床一箱。我们结婚了，欢迎全程特别栏目的主持人燕子和老王。掌声欢迎燕子姐姐和老王来到我们今天婚礼现场。
多多少贺奶奶。首先呢，得恭喜一下啊，看我们今天新郎官和新娘子，太帅太漂亮了。那个钱迅和薇娅在我们舞台上都有绰号的，是吧？四爷、小秘书。所以今天我们还特别带了一份贺礼，这贺礼啊，任何的金钱买不到，将成为你们俩永远的记忆。来，我们呈上看一看。工作人员。我想说，这个节目其实是真的，它可以成全一对恋人，所以就是，勇敢一点，去牵手吧。好，做得非常好。感谢全程热恋，让我们相爱。感谢全程热恋，让我遇到四爷。单身的姑娘小伙还等啥？赶快报名全程热恋吧！